左线一位，右线一位，前线一位。开保险，开始射击。这是过去大家耳熟能详的射击口令，但现在为了更符合战场场景，国军从去年开始针对现行训练方式进行严改，将原单一握射姿势六发射击调整成立、跪、握多元化射击方式，以适应战场的突发状况，强化单兵的作战能力与训练的难度及强度。因应作战形态改变，传统步枪射击训练难以应付复杂的作战环境，因此步兵训练指挥部参考防卫作战需求，并考量各部队属性与战场任务，修订步枪鉴定射击方式。当中一共区分三个表次，包含了基础鉴定射击、基础应用鉴定射击以及快速反应鉴定射击。其中步兵旅、后备教招以及新训单位都要完成基础鉴定射击才算合格。在基础鉴定射击项目中，每位射手都配附有三个弹夹，总共三十发的子弹，与过去的六发装子弹相比，大幅提升了弹药发数。我们这个表示啊，除了发数提升以外，我们还有弹夹的增加。早期我们只有一个射手一个弹夹，那现在我们这个训练是三个弹夹，那主要就是为了要训练我们射手在战时的时候，他有一个更换弹夹的能力。除了弹药发数增加外，弹药兵会在弹匣中会随机放入假子弹，来训练射手故障排除的能力。弹匣中有加入假子弹，他们也可以做故障排除的训练。那我们另外在这个整个流程里面，我们有做口令的简化，就会减少我们的射击的时间，增加它一个训练的一个效果。这一次175公尺非常强调所谓的自己更换弹夹，而且快速瞄准到目标物的实力。那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去快速的换弹夹，然后恢复我们的姿势，进行所谓的瞄准动作。那相对之下，其实就是比较能够去应付临时的状况。会要求我们进行两次的换弹夹的这个动作，那是更加的贴近一个实战的情况，因为毕竟在实战的时候，敌人不会容许我们有机会，就是慢慢等他慢慢瞄这样子，而且我们必须要给敌方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火力压制，同时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友军去持续做推进的动作这样子，并且呢，也可以去让敌方不敢进逼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实际的演练非常的珍贵。在快速反应鉴定射击中，射手必须在125公尺待命区跃进50公尺到射击线上，并利用障碍板当作掩护，在时间内完成立、跪、握三种姿势，共36发子弹。这个障碍板啊，它本身的功用就是要模拟战时的时候各项的断垣残壁以及门窗的可以掩蔽我们的掩体。那我们要利用这些掩体来做射击的一个训练。那我们战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必须在有掩护的情况下来做射击，那我们就利用这个障碍板来模拟这些障碍物的部分来做实弹射击。快速反应鉴定射击不仅在考验射手的体能，官兵更必须透过不断反复的练习来培养肌肉记忆力，借此来提升射击的稳定度与节奏感。我们必须要达到单人跪姿迷彩靶全身六发，那单人跪姿迷彩半身靶及单人握姿迷彩靶4发，这样子啊为60分合格。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我们会先进行要件的动作，那在要件的过程中，你一定会造成呼吸急促。
那你在开始实施射击的时候，呼吸急促一定会造成我们射击上的困难，这是我们需要练习、必须要克服的。其实最大的困难度，第一个一定是跑动的时候就要去做调整呼吸，因为呼吸不对、节奏不对，说上榜的精准度一定会有落差。那要怎么去克服？我只能讲说就是多练习，一定得多练习。它不光只是训练到精准度的提升，包含体力上也会有所提升，因为我们是有负重的情况下在做跑动的训练，然后到定点之后去更换姿势，这个对于在未来战场上一定会比以往的射击训练还要更有所帮助。训练没有奇迹，只有累积。面对敌情威胁与挑战，除了配备精良武器外，如何提升官兵体能及战斗技能，是现代战场中必须去思考的问题。自新式步枪鉴定射击训练推行后，已陆续完成师资扩训，持续提升训练成效，借由射击训练的革新，建构坚强可视的钢铁技能。